Cola 成员 Candy、阿 Day 同埋 Ivy Show 近日出席活动，提到早前佢哋游台湾时遇上地震 ，Ivy Show 表示当时几担心噶。其實是未瞓醒，所以未識驚嘅。但是我瞓清醒少少嘅時候，第一時間是擔心佢咯，因為佢同 Winka 出咗去食嘢，咁就唔知出邊咩情況。咩情況？當時嘅環境咧都幾恐怖噶。一開頭因為第一個地震係震咗成差唔多分零鐘，咁我同 Winka 都係第一次經歷地震啦，咁就所以都好擔心自己嘅安危，跟住就即刻走咗啦，然後都繼續有好多餘震嘅，咁所以就係啦，好多朋友都問我哋平唔平安，就希望啲餘震都快啲冇，然後大家都平安咯。但係你當下你自己有冇餐？係啊，食緊嘢。咁你想唔想要匿喺台底啊？我有喎，我有匿喺台底嘅，我係安全至上嘅。而提到阿 Day 日日狂掃夜市，仲為頭幾日食量唔大而感到唔開心。行夜市，我每一日都捉住佢哋唔同人陪我行夜市咯。冇人制止你。冇人制止到我，因為佢都想食。其實去台灣多人去係好的。其實反而但頭幾日咧，因為我哋啱啱完咗演唱會冇幾耐咧，咁嗰啲食量未回復翻，就覺得好辛苦。即係食完之後就好快飽咧，就覺得好唔開心。